年就是要做什么事？新年就是要放鞭炮。然后呢，这里长福桥下，从长福桥下看下去，就有很多人，密密麻麻的人在那边放鞭炮。哦，好漂亮哦！新年快乐，炮竹一声除旧岁。哇，其实不用花钱放鞭炮，就在长福桥这边就可以看美美的鞭炮跟烟火了，因为会有人放给你看，就在这个位置。然后长福桥上也会有很多的摊位，但是今天因为天色已晚了，所以就大部分人摊位都已经在送餐。开始了，哇，好漂亮，对，超漂亮的，哇，好美哦。这是美丽的三峡，小编从小生长的地方。